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平安。好不好？让我们首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道一声，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感谢赞美主，又是来到个主日，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主的圣殿，来到主的宝座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而且我们看到，今天外面虽然下着雨，而且天气呢逐渐转凉了，但是我们非常依然感恩。谢谢主保守我们每天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我们每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每天有颗感恩的心，是何等的恩典。而且今天是个大日子，因为我们是我们61届的洗礼，那我们有九位弟兄姐妹也是在这个大日子里面正式受洗归入神的家里面。如果说父母给的是一个属世的生命，那今天他们有一个属基督的生命。阿们。让我们将掌声来非常的恭喜他们，也是要将掌声归给我们的造物主，让真是神国的家庭当中能添多更多的精兵，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将这样子的一颗感恩的心，激动的心，让我们化作我们最美的歌声，让我们一起来大声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拍手，敬拜，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你深渊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你，直到如今人心神迹。再来，大声敬拜，大声敬拜，神经
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啊，你的眼目必看顾这地，你的恩典和能力必赐给你每一个儿女。感谢赞美主，是主啊，我们来感恩，怀着感恩的心，怀着真诚的心来降服跪拜在你的宝座之前。是的主，是你拣选我们，从瓦砾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得有盼望。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今天早上求主将这样子真诚，将这样的感恩，将这样的能力，将这样的恩典充满每个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又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一生放在主耶和华你自己的手上，求你亲自来带领。哈利路亚。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再来，以真诚的心，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已充满赞美。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Cheers.
充满赞美。是主，是真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祷告，因为我渺小。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给我你恩典够我
想要对你说，到你的面前，我们放下我们自我，放下我们属世的眼光，我们单单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求主来安慰我们，求主来赐你的能力和恩典给我们，我们单单每一天都来寻求你，也我们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需要你，是的主，谢谢主，求主就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的路上的光，我们要来感谢你，感谢你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感谢你将我们带到这里，带到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得到来自主你的所有的一切，这一份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礼物，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
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你叫我。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欣，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真。主啊，你就是那位一生陪伴我们的主，无论我们人生有哭泣有喜乐，高高低低坎坎坷坷，你永远没有丢弃你的百姓。今天早晨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因为在61届洗礼当中有9位弟兄姐妹借着洗礼加入教会，是你开了他们的眼，让他们看见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和神的看顾。巴不得你不断将得救的人数加给这个教会，让教会在主里边不断来成长。今天早晨我们再次为郑牧师来祷告，他几天前2016年曾经视网膜脱落的右眼又发现脱落的现象，现在已经经过医治，情况平稳，求主你亲自来看顾恩高医治你的仆人，让他两只眼睛都能够得以来康复。我们知道我们手能做的事不能做，但是你祷告让我们一切，我会看到你为我们来成就。再次为我们教会来祷告，也为着每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服事，他们的难处，都求主你亲自来当代。我们相信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谢谢你今天早晨你的宝血厚厚遮盖这个地方，让我们得享赦罪的恩典。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大家请坐，请把这个水放一下，太高了会溢出来，赶快。 那底下要放水，这个水快溢出来了。 好，我们鼓掌欢迎，我们让那个第61届的洗礼的弟兄姐妹上来好吗？一直鼓掌好吗？哈利路亚。好，到这样这边来哈，都上来。我们同时请我们的牧师、师母，还有他们的主学的啊，他们受洗班的老师、小组长上来好吗？好不好？静美，你们小组有人吗？每一个你的小组员在上面的话，你要上来。林川堂上来好吗？肖师母、潘师母，定死了。